飞入一段传闻，惊扰了一场梦。他的腿竟然没瘸。那些爱尘沾染了痴尘，若浮生的幻真。用清水敷面，可缓解浓烟之症。滚！风容烟乱，执念苏醒于第四一吻。从未有恨，埋藏了一生，还未偿还的恨，又刻骨一寸。若夫人有任何闪失，我必将让纵火之人尝到百倍痛苦。心门回眸时，错过最初的人。你为何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救我？因为你对我还有用处，我的蛊毒还没解呢。可是你假瘸腿之事，若是被宰相知道，将陷你于不利。那时的情况，你让我怎么选择？可是起火的时候，小叔已经赶来救我了，你可以不暴露身份的。这一切不过是他假意安排的一场戏罢了，你也信？你是说，是他故意纵火？不可能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英雄救美，获得你的青睐，可惜他打错算盘了。是不是在你眼里，所有人都别有目的，没有人可以相信？今日你就当是顾盛明救你的吧。他明明知道我是为了登高台的令牌，那为什么要救我？竟然骗我这么久！听说顾盛寒是为了救小姐而暴露身份的。三年前，我在他身上下了傀儡蛊毒，他故意装瘸，让我误以为他没有危险。今日却突然暴露，手里一定是有别的筹码。难道是虎符？顾盛寒不能再留了。宰相大人获悉将军双腿康复，特于醉仙楼设宴以示庆祝。回禀宰相，本将军定准时前往。是。看来这徐宰相意图已是昭然若揭，将军若是赴宴的话，恐怕很难全身而退。我陪将军一同前往。你去是为了帮，还是为了杀？将军，宰相有命，只允许将军与将军夫人前往，其余无关人等在外等候。
将军，这是家宴，不便携带外人。宴席而已，别失了分寸。退下。将军请。爹。好好好，贤婿。瘫痪多年，一夜之间宛如常人，真是神迹啊。盛寒的腿疾已治疗多年，近日偶得神医才有所好转，未能及时告知岳父，是我的疏忽。啊，不打紧不打紧，治病要紧。神医的医术果然高明，就怕有人暗中猜忌，你故意中举，欺上瞒下，有欺君之嫌的。盛寒已如实禀明圣上，幸得圣上谅解。不知栋梁啊，来。腿伤恢复之后，圣上必将委以重任，日后为父要仰仗你了。岳父说笑了，我的腿还未彻底痊愈，需要时间疗养，无心过问君务。那你将风鸣旧部的军力交予我如何？风鸣将军的旧部军力需要一父子才能调动，如今这人和物都下落不明，旧部也大隐于世，无人知晓，岳父怎会问我讨要？亡命难违呀，贤婿。风鸣旧部乃朝廷反贼，若是被我查得了将军府，将满门抄斩。盛寒实在无法凭空拿出虎符。来人！有事禀报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确实没有得到丝毫姨父子和虎符的消息。庄阙之事为何没有禀？女儿是真的不知。她在府上，整天待在书房里，根本就不让我进室。你是她的枕边人，庄阙都没有察觉。令牌的事儿，查得怎么样了？只要有令牌在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他。女儿无能，尚未找到令牌所在。但是女儿最近发现了她外出的规律，有可能是在登高台的秘密基地。这个是追踪箱，待顾盛寒外出时下到他的身上，为父便可以据此查出登高台所在，将其一举歼灭。为父答应你的事情，你亲手杀了他。
细雨潜入深夜，扰醒了梦里，亮上双眼烛照，掀来了心里，遥望去世陌上风草起。我借至死空有七巧，他多次救我，这次就当我还他一个人情。夜风忽而乍起，沉睡着涟漪。我本以为今日会丧命在醉仙楼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在这里安静地看风景。几分熟悉，纵情深林里，你只几许。公子如此心疼夫人，给夫人买朵花吧。你怎知我心疼夫人？我卖了这么多年的花了，每对恩爱夫妻看彼此的眼神都似你二位。谢谢公子。坠入梦里，此情可追忆。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也可以过着平常夫妻的生活？那时如风掀起，脸煞落款里，一眼刻骨铭记。辗转相遇，却无睹命运的身影。携手过风雨，心儿有你。我曾经一枝茉莉，愿君茉莉朝暮两相依。我们与平常夫妻相隔山海，终究无法快乐。你都看到了吧？细雨潜入深夜，扰醒了梦里，亮上双眼烛照，掀来了心里，遥望去世陌上风草萋萋，好情绪舍不应你。夜风忽而乍起，沉睡着涟漪，最怕月圆成曲，相思笑意隔音断了几分熟悉。纵情深林里，你只几许？我曾经一枝茉莉，愿君茉莉朝暮两相依。等真实便是容易，前世伤。